纪元2019年3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钟佑纯综合报道，凭1995年版神紫霞旅剧集走红的港星李若彤塑造的充满仙气的姑姑形象深植人心，曾获封为最美小龙女。保养得宜的她，尽管年近半百，但依旧保有年轻外表。6日，她罕见在微博晒素颜照，不与粉丝分享冻龄秘籍。尽管神紫霞女剧集有多个版本，但1995年李若彤与古天乐合拍的 TVB 剧，成为剧迷心目中最经典的一部。两人因分别饰演杨过和小龙女，获封为最佳荧屏情侣。而多个版本的姑姑扮演者，最令人难忘的亦非李若彤莫属。她饰演的小龙女，白衣飘飘，清冷脱俗，戏不谙世事，又流露出甜蜜与苦，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令人印象尤深。李若彤又与古天乐近照。李若彤微博，今年45岁的李若彤保养得宜。6日，她在微博分享保持冻龄的秘籍，做运动和吃朱古力一样棒，感谢体内的安多芬和多巴胺。李若彤晒素颜照，分享冻龄秘籍。李若彤微博，从她晒出的素颜照中可见，刚刚做完运动的她，皮肤白皙滑嫩，宛如少女的模样。网友纷纷直呼，原来这就是姑姑保持年轻的必备。李若彤先前曾笑说，自己爱睡美容觉，一天可以睡足10小时，睡觉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有人打扰我，我会很苦恼的。她透露，不拍戏时，她会将手机及房间电话通通关掉后睡个够。而现在，她每周至少运动3-4次。责任编辑：茉莉。